咱两人注定也着一支小雨伞。他们两个如果在一起结婚的话，我是160万的。达云阳社会伞下勾手被直击，宪哥共结婚含包120万。还有，竟然是真的啦！在神仙眷侣，他们一休和算啦，抓到喽！日前开玩笑认爱的白云 and 杨秀慧不到24小时就宣告分手。25号他们录制同一场节目，又被宪哥审住攻，量化要是结婚就包120万哦。宪哥包给我的红包比我公公包的还多，大概这样子哦。哦呦，这让秀慧姐心痒痒，赶紧po文请示军师，你们说我要拼一把吗？然后嘞，大家直接在留言区撮合，结了啦姐，世纪婚礼办起来就可以退休了，可以啦，隔天再离婚嘛。而不晓得当晚在伞下两位考虑的怎么样嘞？顺顺利利的走下去，好吧？谢谢他们，谢谢。白云哥也不会再结婚的啦，不打了过。真的？嗯。不一定啦，我如果找到结婚，那就说好啦，因为我钱比较多了。对，秀姐，你现在找的男人要真的要小心，是不是只贪你的钱？其实你坐话，我使使弄个你，你考虑看看，你哪有你过来考虑？白云要甲结婚，我都不爱啊！你看，你看你，我你讲啦，我拄啊已经答应许志豪求婚了啦。阿廖，哇！直播拢讲啊，嘿，对啦，我系为着伊的钱啊，对啊，对嘛，敢冒在海边，我系讲，咱就开无遐济啦，不开无遐济，好，卖开玩笑哈，好啦，你看，要吹啥那弦呢？弦，你看通灵啊，弦，哎呦，带我转身之后，你看，慢慢停，一个你开啊啦，抓紧，哦。营养师啊，干你屁事啊！干你屁事啊！你看我这样有没有缺乏什么营养？没有，你唯一一个缺点啊，就是还在呼吸的。你操，连温收会死的你，你是难看到。哎呦，你错了，对啊，哥，那不讲啦，那个亏啊啦。昨日到第四个我，你为多你来结账啦，我老是这样的啦。你这红哟，哎，白宇，你嘛结账红的，你莫安尼讲啊。不是，迄路边红啦，迄路边足低调的啦，你是红的创啥啦？低调，低调，过于海边。低调过到底吃饭，你配笑。嗯，靠，吃饭袂使哦，你老师阿无要吃饲料啊。今天有一个求婚戏码啦，真的，先布置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哪一个厅？请请听我先布置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叫我公司布置一下。一组清香桃花盖，九品莲华配得开，配花拜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哎，这一个大楼的矫正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轰轰轰轰轰，阿哥最怕的。